搞咗兩場啦，都個場數都好似自己歷年都算最多。係啊，我以往我最多就開16咯，咁跟住之後所謂嘅復出演唱會之後，其實都係開。即係都唔會開呢個數目咯，咁所以今次開13場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決定嘅，因為上次我個演唱會失咗聲啦，我覺得一直都有少少遺憾，好似覺得做得未夠好，咁好希望今次藉住13場演唱會可以做一個更加完善嘅演出，同埋真係希望。多啲觀眾真係，因為當個票量多咗嘅時候，就更多人可以用正價買到，同埋可以抗衡嗰啲黃牛咁猖獗啊嘛。咁希望我哋今次呢個策略真係可以成功嚇。係咪最盡嘅場數仲有冇機會係加？哦，一定加，一定加！我覺得13場已經，我覺得好大力嘅，已經爆到周身濕疹啦，好緊張啊！我覺得一定唔會再加啦。但係自己腳傷會影響到自己備戰。其實早排啱啱傷嘅時候，確實有幾日我自己都，我都唔係一個負能量嘅人嚟嘅。但係嗰幾日我都自己都好似跌入去一個窿，覺得哇好，即係唔知點咯。咁啊，而家仲有8日就過咗嗰兩個月嘅治療期啦。咁我覺得其實越嚟越好嘅只腳。咁所以8日之後就可以慢慢真係操練翻，咁同埋趕上翻個進度咯。係啊。喺演唱會係咪都中間都會有啲休息嘅？會啊會啊，有幾譬如開幾場就休一場，開幾場休一場。咁我覺得對我自己或者對觀眾嚟講係最好，因為我自問真係冇能力連續枕住開十幾場，即係中間呢個休息對我。回氣嚟講，或者保持最好狀態嚟講，係必須嘅。你話今次話都提到個歌酬會捐俾啲慈善團體啦，點解有呢個想法？有啲嘢特別想講。因為我希望我今次第10次演唱會啦，咁我希望除咗呢個演唱會係一個娛樂性好豐富演唱會，我希望賦予呢個演唱會有更多嘅意義喺裡面啦。咁其實所以最終嗰兩場加場，我嘅歌酬就會全數捐曬俾一啲慈善機構啦。咁我覺得除咗可以回饋翻俾個社會同埋即係多謝觀眾對我愛之餘，其實我咁做其實對自己都係一份嘅力量啦。等自己有多啲力量去完成13場，同埋賦予整件事有更多美好嘅意義喺裡面啦。